如果话呢个世界上有啲乜嘢难得过英语四六级，我相信肯定就系听人讲潮汕话啦。住喺广州，我相信大家都会识翻几个嚟自潮汕嘅朋友。但系我听足大学四年室友嘅潮汕话，我至今净系听得明一句破凉木。咁今日我哋就亲身试验一下潮汕话究竟有几咁难学。欢迎我哋潮汕话老师阿哲。欢迎老师，老师请坐。今日要教我讲潮汕话喎。是啊，谂住教我讲边个说话咧？我是郭家峰，郭家峰，郭，三月二十三号去你来土瓦街吐口笑，年轻妩媚，有乜啊？三月二十三号，三月二十三号，三月二十三号，嚟多次我哋，三月二十三号，三月二十三号，系差唔多，三咩？三月二十三，三月啊，三月二十三号，系，跟住咧，记得来台湾街吐口笑，记得就记得，记得来台湾街，台湾街，哦，拖就睇，台，哦，台 ，T O Y 台 ，OK， 揾啲英文去黐下 ，OK 嘅，台湾街，三，吐口笑，我第一句已经唔记得咗啦，不如慢啲啊，三月二十三号，三月二十三号，集集虾。二十三，二十啊，二十三，二十哦，二十二十，二十三，三句二十三号，系记得点啊？记得，记得，记得来，来系嘛？台，记得来台，话界脱口笑，话界脱口笑，年轻妩媚，年轻妩媚，年轻妩媚，媚媚，系啊，有鼻音，媚。你去五妹，五就有啊，五系即系冇，系五即系有啊，五妹系五妹妹 ，OK。我真系学喜欢情侣装，我真系学喜欢只情侣装，情，嗯，我真系学喜欢情侣装。我近排我真系好喜欢，我真系好喜欢情能装，系起码有人可以带我。你等，你等下先，一个过嚟，起码有人可以，湖南抗议系咩嚟噶？湖南抗议，湖南要抗议啲乜嘢？有咩好抗议啊？湖南，咩意思啊？有人哦。希望湖南可以多我摆位结婚，多我摆位结婚，摆位结婚，摆位结婚，摆位结婚定系摆位上婚？虽然我是潮汕人，虽然我是潮汕人，但是我唔晓得潮汕话，但是我唔。唔晓，但是我唔晓打潮汕话。系，冇错，就系咁。喜欢玩嘅只乜？喜欢玩嘅只乜？喜欢玩嘅只乜？乜？喜欢玩嘅只乜？乜？嗯，只乜？嗯，只乜？即系食乜？唔系只乜？执物，好啦，大家咁就学得差唔多啦。咁我又请咗一位朋友过嚟，咁大家同佢沟通下，睇下你哋听唔听得明啦。好，三月二十三号，记得来台话界 talk show 笑，年轻妩媚。三月二十三号记得来看我的脱口秀，年轻有为。拜拜。我是肥林。你是肥林。你是肥林。我是海珠老侯英。我是海珠老侯英。你是海珠，后面听不懂。我是海珠老侯英。你是海珠刘侯英。我知道了，海珠刘昊然。希望湖南可以多我排位。
结婚。希望有人可以不知道什么结婚。多排位结婚带你带你排位结婚虽然我是潮汕人，但是我唔晓打潮汕话。虽然你是潮汕人，但是你不会讲潮汕话。我是 LL， 你是 LL， 你不是猫猫吗？为什么是 LL？ 喜欢王家节目的就点赞转发吧。喜欢我们节目的就点赞转发吧。咁多位朋友仔睇完今期节目，系咪发觉粤语真系易学好多呢？学潮汕话呢一世都冇可能学潮汕话噶啦，学粤语啦，学粤语好似翻屋企咁，讲嘢又好听。嚟啦，大家嚟学粤语啦！近排越嚟越多人讲，好多广州嘅小朋友已经唔识得讲粤语啦，所以大家表示好担心。但系其实唔止广州有呢个情况，好多其他嘅地方亦都有咁样嘅情况。潮汕人唔识讲潮汕话，客家人唔识讲客家话，越嚟越多嘅人唔识讲自己家乡话。我一直觉得广东系一个好多元化嘅地方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。得闲学下广东话，又或者潮汕话同客家话，有小朋友嘅都多啲用家乡话同佢哋沟通。你都唔想以后净系得你自己识讲家乡话啦，有心学，几时都唔怕，你一定学得识。喂，老细话加你两个人工喎、啊，真噶，我去买皮肤。少爷，我去加鸡髀。你两个俾你出息得唔得啊？新嘅一年梗系将所有嘢换晒新噶啦，成日爆内存嘅手机唔要，慢到死机嘅电脑唔要。跟住上京东买翻全新嘅翻嚟，京东唔单止质量好，送货快，仲有专属广东人嘅福利添。京东城市计划火热进行中，韶关、惠州、东莞、珠海、罗定、佛山、江门、阳江呢八个城市，再次强调系韶关、惠州、珠海、东莞、罗定、佛山、江门、阳江呢八个城市嘅朋友仔喺京东城市计划购买家电、电脑、手机、数码产品同图书都可以领取城市专属优惠券，享受京东支付满减优惠，买得多减得多，四舍五入，即系唔使钱啊！老友，仲可以购买城市专属特价产品，各种特价产品等紧你，快啲点击阅读原文，一齐参加京东城市计划啦！